伊讲过，我拢免讲啊，我拢足轻松的啦吼。啊，今日哦，上爱感谢就感谢咱的客姐啊啦吼。安尼，互咱有这个机会来新园来拜拜咱的新园妈吼。啊，祈求新园妈来保佑大家。啊，都啊，佫有一个机会来看到大家啦吼，我足欢喜的。不过，即嘛是差不多是咧困觉的时阵啊，大家敢今日敢有困觉？真歹势呢吼。不客气，哈哈，不客气啦。我见小奶奶等于要昏倒了吼，啊，看到大家就欢喜的，我等来故乡，我见等来故乡，我就欢喜的啦吼。尤其是我看到咱的故乡内底，咱馆长做老做代志，啊，咱的立委吼，蛮足老做代志，啊，讲话拢足大声的啦吼。伊大声到讲，迄各部门的，迄个部长也是。就没关系，听着咱的冰冻的这个标语声吼。